我至少知名解说我发挥起来我有个念想，你知道训诫不凡没什么念想。在黑暗中所有东西都在变色，团战召唤是技能，小心点。而且召唤是技能的话，也要换团战的。鸡跑可以不带了，兄弟们。以后我打卢锡安，打一些脆皮，打一些我都是带致命节奏吧，就带致命节奏打。
对线慢慢玩，至少装备玩起来后强。俊杰不乏只能偷家，你知道吧？偷家你还要队友会玩，你才偷得了。逆风局，有时候队友不会玩，上把那种局面。队友不等对面开大龙，你知道吗？等对面开大龙，他妈的！就死了，我操！对面人很急的，我队友只要不急，我那么大的优势，我去带对面人光了一批，对面来抓我，我队友就开大龙，你说怎么输嘛？根本输不了。
唯一能输的方法就是我他妈去带的时候我队友直接跟对面打架，只能这样子就输了。因为我去打团我肯定是没操作空间的。恐惧的阴影，我们换以前的打法吧，我把以前的打法把那个用成这个东西，同时写下那个啥。本届他妈的接，设计师你给我出来啊，设计师你他妈给我出来。C 的那个压在那个，我跟你讲，高分段可以迅捷步伐，这种段位不要迅捷步伐，这种段位你迅捷步伐，这种段位迅捷步伐很蠢的，大四分段还是不要迅捷步伐。为什么说这种分段很蠢？段位可以迅捷步伐，这个段位就不需要了，快干就行。我这么给你讲吧。